哇，好漂亮，有难度。哇，这家好走的路，你看。看起来也是很难的地方，来吧，不行我再跟你喊。哇，这家好走的路，你看。太阳要出来了，你是在找路吗？哪里？溪谷中间。哦。你最好就有叉腰走。哦，就算了，甚至尽头就到了吗？这可能需要一鼓作气上去再休息，但太累了。我先到你那里再说。没有人像你一样还可以继续爬。那绳子会比较好走。
换电池。上去再休息，上去再休息，嗯，这边不要休息太久。现在开始太阳出来了哈，现在有人跟我说，已经不用再攀这个了。哇，他帮你背这个，应该还好。那个是山洞。是啊。哦，要去山洞也这么难哦。我想说早天来找山洞的。快到了，快到顶的地方。好。在十公尺，来那个山道那边休息。啊，好，好，哇，这边是往小追路下，你有兴趣？他们从那边啊，嗯，从那边切上来嘛，嗯，然后这么走这个山，上去再下去，哦，啊，我们直接从溪谷那边过去就更近，然后再上去再下去。不用想太多，一样都很硬。啊，这边有一条路上去接，没有，就林跟这个湖接的。巨石 A 嘛。OK， 啊 ，OK， 这边算休息，算可以稍微休息的路了。那这条比较少人走哈，所以草还蛮高的。这是走溪谷上去的，
就感觉不是溪谷啊。这边是街，我看看。然后那个上去没有晒太阳。是啊。还好，还好。那我觉得不行。你觉得我走得完吗？走不完。走得完是很危险。五五到 V 型 V 切口还有一个钟。